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友。今天呢，我要来验证都市传说。今天我要来验证，不要在凌晨3点玩麦块。对，就是走在路上看到十字架，对吗？然后，种子码的话就用666。创建。我们就照正常的先砍树吧。我们就先去那个沙漠村庄那里嘛。那边有个沙漠鸡，要不要进去啊？还是不要进去好了。是什么？这差点就变成十字架，把这个挖了就变十字架。没有怎么？铁匠的声音嘛，刚那个踢踢踢的声音。你在用什么？我也要看。绿宝石，哦，面包哦，是油，是油。我的发铁巨人来了！铁巨人来了！shit！对哈，巨石吧。却没抢到，掉这个花嘛！你蛮厉害的嘛，铁巨人，刚被我打那么久，What the fuck？What the fuck？Oh shit！我居然死了，What the fuck？我这怎样啦？我 here by，我的，我 here by，What the fuck？等下，我要开创造啊！啊，没有啊，这就只是我自己装模组啊。好，那么今天影片就差不多结束。
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可以点个喜欢，然后如果还想继续看到我片的话，可以点个订阅。想要更多人看到这部影片，可以点个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